亮亮，娶小媳妇得满意呀、啊！啊，这家搂上了哈，满意吗？啊，满意呀、啊！那我问你，你媳妇都有啥优点呢？啊，漂亮，啊，贤惠，能干。啊，对了，那你有啥优点呢？娶了个好媳妇，对吗？啊，对呀、啊。那你媳妇怀孕了，给你媳妇补充啥营养了？补充这益生菌营养膏了。我俩真是个好丈夫啊！亮亮也吃一口，哎呀，真棒，好吃是吧？哎呀，可好吃了啊！家人们啊，益生菌营养膏，一个星期给吃2天，呵护宝宝胃肠的。